么多钱，年年搞得自己心态不好，真是从上到下蠢得让人心疼。XYG 当时被淘汰的时候，张大仙就已经很无奈，说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圆梦。对于要不要换人，他也没有给出明确答案，只是从目前 XYG 试训情况来看，张大仙并没有太多补强想法，下赛季有可能会进行轮换，但大面积的换人可能性很低。不过近期 XYG 搞内战却再次让张大仙破防，甚至当时都感觉他想放弃了，不想继续花钱搞战队，毕竟对他而言搞战队没有任何好处，只为圆梦又根本看不到希望，还时不时让自己破防，还不让早点解散 XYG。 张大仙让一二队进行内战，刚开始因为手底下人没通知他就提前开始比赛，他就已经有点生气，随后进入观战席。内战还没看一会，张大仙气到直接关了比赛，转头自己开始玩游戏。他直言每年花这么多钱，年年搞得自己心态不好，真是从上到下蠢得让人心疼。从张大仙这番话就能看出他有多生气，甚至他还觉得就是平时自己太好说话，手底下人才会这样，所以大家觉得他当不了老板。这话并不是没有道理， XYG 或许就快要走到尽头了。其实张大仙对选手已经非常好了，没有强制他们接各种商业活动，还没有让他们参加直播，不像很多职业选手打完比赛还要抓紧补直播时长，甚至张大仙还让这五位选手一直首发，不惜为此得罪了葡萄糖教练。但他们近期的职业态度出现了一些问题，好像输赢已经不在意了，可能就是输得麻木了吧。所以看一队被二队前期打崩，他才有点绷不住，毕竟二队要是比一队强，那这个队伍基本上完了，这也是张大仙会破防的主要原因。只希望他能多坚持一下，别到时候以卖掉 XYG 收场，那就真有点得不偿失了。接下来是原片。是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可以这么蠢，我真的受不了。我跟你讲，就是我平常脾气太好，这下面做事的人真的是哎，我们热完卡了，我已经不想看那个比赛了，实在是每年花这么多钱，年年搞得自己心态不好，真是从上到下蠢得让人心疼。